FX Crystal 职棒开球帮姐介绍是杰西卡·血池。阿坤，你把西施抓青蛙，阿火最爱是挖地瓜，挖地瓜。少女时代的阿卡杰西卡上个月受邀为韩国职棒开球，她的 pose 100分，可惜她奋力一投，哦哦，球直接落地挖地瓜。杰西卡的妹妹 Crystal 论美貌跟歌声都不输姐姐，她日前接姐姐的班，受邀自斗山熊主场为球赛开球。연습많이하셨어요？더해야돼요。언니가한거제가많이할게요。上场前她看起来非常紧张 ，Crystal 不要怕嘛，再差也不会比姐姐差的啦。첫치군데무사히끝내서정말다행이고요연습도열심히해서잘나온것같아서기분이좋아요、네、일단땅에내려치진않았으니까나중에언니한테칭찬받을것같아요、네、언니처럼만하지마라고하더라고요네언니처럼만한것같아요看来妹妹比姐姐有运动天分呢。苹果韩语教室，韩国狗球室。杰西卡上次开球真的是球大了，出球的韩语就是구려당했어요，구려是耻辱，당하다是动词遭受，구려당했어요。好险妹妹 Crystal 帮她扳回一城，血池成功，血池的韩语就是소려카다，소려카다。苹果娱乐新闻，世上只有妹妹好，报道。